这个位置下去就是啦、啊。哎，不要过来啦！啊！这边转过来，转过来，雨屁姐。哎呀，我这边哦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来，我们右边看一下哦。谢谢。被叫走了，被叫走了。我可以可以，好，毕竟好会摆 pose 哦，我超爱，我在家里每天都是 catwalk， 每天在家里每天都要换一次换一次，很好玩。嗯，那有教他怎么样摆 pose 吗？不用啊，他也超会的，我们都在 PK 啊。那刚刚看到妈妈这样子摆 pose 摆这么厉害，就怎么样？他就是本来就是这种，你知道抢风头，我跟他比起来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哎，你客气了。那今天自己觉得自己最时尚的点在哪边？就是我的魅力。你的魅力。我的微笑。好。那我觉得呢，今天妈妈身上的地方在哪里？我觉得真的是她的魅力，因为其实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都会有她自己的味道。我知道。他常常说呢，就是人穿衣服嘛，不是被衣服穿。那他穿什么都是变成 Billy 牌，所以很厉害。你可以那个，对，收敛一点。他自己觉得自己今天自己最担心的点在哪里？我觉得，我不知道。我看完他刚刚这样子，我真的觉得我有点暗淡。对，太亮了。两位有计划怎么样一起过圣诞节？Christmas 他在表演啊，对，今年因为发片嘛，所以时间非常非常的满，然后会找个时间吧，吃个饭。嗯，说到那个发片，最近那个 Blending 的那个新闻看到吗？谁？是，这个要问公司，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负责不断的宣传这个方面的事情，我真的不清楚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冰姐，谢谢。
好台北大夏天只有10度，然后我穿着春夏的装，觉得今天真的很勇敢，所以我应该算是女明星里面最不 fashion 的一个人了。可是为了 fashion， 今天就是一个爱碎乳娘老皮子。然后如果鼻水真的有滴下来的话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原谅一下。对，但是呢，我手上还有拿了这个 Prada 的包包，因为其实他们秋冬的衣服比较沉重一点，我们春夏配的东西就可以比较缤纷。那这一次的我的那个包包的袋子啊，就很多颜色，有红色、白色、亮亮的这样，所以我很兴奋，因为我现在也瞪着一双那个亮黄色，我觉得它算是柠檬的颜色的高跟鞋，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春夏就是要穿这样子才能够很轻盈、很可爱这样。圣诞节会在感冒雨跟爸爸工作中度过，然后其实我觉得圣诞节很快就会来了，还没有什么时间好好的计划，但是我就是现在比较紧张的反而是跨年，因为今年跨年要主持台中的跨年晚会，就是期待又怕受伤害，然后一样也是希望到时候可以穿比较没有那么冷的衣服，不然即便是在台中，我觉得12月31号应该也是会下探到很低的温度。爸爸身体现在很好，然后之前他开刀让大家很担心，然后其实蛮不好意思的，但是我后来就一直觉得他开刀，他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名正言顺没胆管我的人了，还蛮开心的。